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我们是主耶稣拣选的儿女，更是要成为幕后的精兵。所以今晚上我们再次奉耶稣的名一起来祷告，一起来敬拜，阿们。好吧，我们去做一个开始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你拣选，我们是上帝你的儿女，更是主耶稣你在幕后要使用要恩膏的精兵。主啊，求你在今天晚上恩膏我们的祷告，恩膏我们，让我们在圣灵里面与你同工。我们知道你已经为我们兴起，在2000年前你已经战胜撒旦魔鬼，战胜死亡，战胜疾病。不管现在我们什么光景，我们知道主耶稣你已经为我们得胜，我们带着得胜的权柄要来宣告，主你已经兴起，你拯救我们，你医治我们，你保护全世界的百姓，保护你的儿女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赐福我们的生命，掌管我们的生命。谢谢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祷告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宣告神兴起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兴起哦神，起来拯救我，兴起哦神，起来拯救我，你已完全打败我所有仇敌，你已消灭一切作恶的人。兴起，兴起哦神，起来拯救我，兴起哦神，起来拯救我。再次，兴起哦神，起来拯救我，兴起哦神，起来拯救我。
愿救恩临到世人。我们是说来祷告，主啊，愿你拯救临到万国万民，愿你医治拯救临到我们国家，愿主你的救恩临到世上的每一个人来祷告。哦，希耶拉巴拉巴拉巴沙，哦，尤其在这个时刻，在这时代，主啊，唯有你是真正生命的主，生命的答案。哦，求你拯救世人，求你赐下你的怜悯，你的医治。希耶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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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希耶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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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好不好？举起你的手。成为得胜者，我们就要像保罗一样所宣告的，如今不再是我们活着，乃是为着爱我们的主而活着。我们如今肉身活着，就是因为主啊，我们爱你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爱我们，耶稣的舍己，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不再为这世界而活。弟兄姐妹，神今天好像的恩膏在你身上，使让我们今天能够向保罗宣告的，为爱我们的主而活，为爱我们的主而活，成为我们的祷告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愿意为爱我们的主而活。哦，耶稣，谢谢你，是的，那么深。哦，哈利路亚，耶稣基督，我的救主，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，耶稣基督死里复活，战胜罪恶是我的自由。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，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。
哦，是的，主啊，让我们像保罗一样的宣告，我们为爱我们的主而活。希格拉巴拉巴，希格拉巴，希格拉巴山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为爱我们的主而活，我们的一切主将会负责。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我们一切的需要，神都要加给你。好不好？这时候你自己来短短祷告。告诉主，我要为你而活，我要为爱你、爱我的主而活。今天我们若为世界而活，为金钱而活，为人而活，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劳苦担重担，失去真正平安喜乐，而且甚至在极难中也失去了真正的盼望。所以今天我们真正能够在末日子，在这疫情当中能够站立得住的弟兄姐妹，就是真正为爱我们的主而活，像使徒保罗一样，他为爱他的主而活。所以无论在顺境逆境、高山低谷，他说了，靠着那加给力量的神，他凡事都能做。他不害怕所有的挑战，他不会害怕所有的苦难。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也要这样，好不好？就说你们自己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要爱我的主而活。我不要为我自己而活，不要只是为这世界而活，不要只是为这金钱帮忙而活，不要只是为人而活。主啊，让我真正的以你为主，把你放在生命的首位。哦，好不好？自己来祷告，自己来祷告。哦，是的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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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教会就是幕后的精兵，神的教会能够兴起发光作盐，神的教会刚强壮胆。主啊，谢谢你，神的教会主啊能够过得胜的生活，神的教会不以世俗妥协，神的教会要成为世人的祝福，其实万民做门徒。哈利路亚，是的。知道多少人在这个疫情中死亡，在这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怜悯的心，一个迫切的心，我们抓住神的心意说的，他不愿一人沉，乃愿人人悔改。神不愿一个人在还没认识耶稣就离开这世界，神也不愿一个人死于这些的疾病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怜悯的心，一起来为着在病患中的这些的人来代祷。哦，西拉拉巴拉巴拉，西拉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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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。哦，求主赦免，求主拯救，主啊，求主你伸施援手。西拉拉巴拉巴拉巴西，拉拉巴拉巴西。哦，让咱们的国家。哦，在万国万民，哦，在亚洲、东南亚、欧美国家，哦，主啊，求你亲自，主啊，施行你的医治、你的拯救，哦，差派基督徒传福音，哦，主啊，求你安守在病人身上，主啊，求你医治这些在痛苦中、疾病中的，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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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也许你受了悲伤，主啊能够施行的医治。哦，你是独行其事的神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阿爸各自自己来呼求神的医治领导，神的拯救领导，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是的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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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父啊，求你医治大能彰显在这些在死亡遍野的人，医治那些病患的，医治那些被传染的，哭呀啦叭叭叭叭叭叭声，哦，哈利路亚！求主恩膏每一个医生护士来祷告，求神加添他们力量，那些医生护士也被保守，不必陷入这些被传染。哦，求主保守这份医生护士。给他们刚强的身心灵，给他们健康，给他们抵抗力，给他们聪明智慧。哦，能够成为这些病人的主来祷告。哦，是的，主啊，请你恩膏每一个医生护士，需要的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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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刚强他们的身心灵，保守他们。哦，来，赐予他们聪明智慧。主啊，成为这些病人的祝福。主啊，求你加添更多的力量在我们身上。哦，
谢，我们同心的宣告，主你的恩手按在所有病人身上。哦，你的医治临到他们，你的拯救临到他们，因为你不愿他们一人沉沦，乃愿他们都来认识你。哦，更重要，主啊，让他们在死亡当中、边缘的当中，主啊，求你拯救他们，拯救他们。哦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也垂听我们的呼求，帮助所有医生、护士，都有你圣灵的保守、护念、刚强他们，让他们有聪明智慧，让他们有爱心、耐心。成为病人的祝福，主啊，你的加添一些所缺乏的，无论是医药的需要，主啊，求你供应，求你加添。哈利路亚，父啊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赞美你。哦，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呼召我们成为幕后的精兵，呼召你的儿女能够兴起发光。主啊，感谢你，谢谢耶稣，让我们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。让我们成为你的管道，哈利路亚！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！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真知道，神给我们有属天的权柄，祷告的权柄，能够来敬拜，能够带下荣耀，神的荣耀，神的同在。所以记得在你的家中，在你的所处的环境，只要允许的，你都来敬拜赞美。你都来祷告。另外呢，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，我们可以在你的左邻右舍当中注意一下，还是在你的朋友当中注意一下，有什么需要的，可能他们在经济上还是在物质方面有一些需要，我们都可以做一些事情，我们可以 do something。 阿们，求主使用我们 do something。 我们不要只是观望，我们不要只是在那边看新闻，每一天看到新闻我们去祷告，看到人怎样我们就代祷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使得我们能够成为这幕后的精兵，能够带着耶稣来触摸更多人。阿们，阿们，阿们。我们先宣告这首歌，我们一起 do something。 哈利路亚，我们是神国度的精兵，是耶稣在地上的代表，要尽心尽力依靠神灵，照神的话语做现实。我们是神国度的精兵，是世上的光，世上的盐，要兴起火光，尽心尽力照神的话语做现实。我们唱慢一点的，OK， 我们再唱多一次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是神作拣选的子民，是耶稣在地上的代表，要尽心尽力依靠神灵，照神的话语做现实。我们是神国度的精兵，是世上的光，世上的盐，要兴起发光，尽心尽力照神的话语做现实。一起来 do something， do something， 为神的国度做现实，做现实，听见神心意。 do something， do something， 为主的使命做现实，做现实，传扬祝福你。阿们，弟兄姐妹，在你的家人当中你要做一些事，阿们，在你的朋友当中通过网络可以做一些事，在你的灵舍当中注意可以做一些事，在祷告里面可以兴起来代祷。阿们，愿神给我们一切属天的权柄、属天的恩膏能力，高在我们身上，高在我们身上，兴起来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我们是神国度的精兵，是世上的光，世上的盐，要兴起发光，尽心尽力照神的话语做现实。我们是神国度的精兵，是世上的光，世上的盐，要兴起发光，尽心尽力照神的话语做现实。一起来
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